秀敏，你这样子真的不乖，我等一下打死你！我跟你说，你等一下你爸爸出来。没有，人家秀敏很乖。他只是以这个什么？哎，默默不上楼，默默不上楼。哎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下来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默默进厨房。妈妈跟熊哥都能进厨房，修比不能进，修比很郁闷。默默被拖出。我们家也有。妈妈们开始管教了。妈妈们开始管教了，上场了。熊哥。So everybody's in the middle seat, pretty much. Yeah, good 姐姐 好可爱哦。好吧，你今天面对两个大姐姐。好笑。熊哥，妈妈已经。熊哥，你真的很不服输哎！你自己进笼子不就好了吗？你干嘛？你看人家摸，你看人家修比姐姐，你干嘛一定要去招摸摸姐姐呢？